我想问一下，我好奇啊，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生孩子啊？有。有啊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我有啊。你有啊？我很喜欢的。但是你那，但是你现在男朋友。但现在太晚了吧？这个话题就是想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冰你的轮，冰你的轮，冰你的，哇，这句话太狠了，冰你轮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说？冰啊，冻卵，冻卵，嗯，卵，哎，我有些朋友是这样子啊，我有想过，有想过，对啊，因为男生呢，我觉得精子到70岁都可以用的，到80岁都可以。其实我也考虑过，但是因为，我知道那个过程是挺复杂的，他好像要。自己打针，打到肚子这里，还是这里整个肚子啊？你先动起来，你可以有选择，你不动就没选择了。我在路上看见很多次老婆坐轮椅，推着她不一定是老公，但是老公坐轮椅呢，推着她通常都是老婆。我见过很多次都是这样子，所以生儿女呢都是生给老婆，希望长大之后。可以照顾妈妈，但是如果现在我都45岁了，你看今年我都45了，然后如果找到不找到，可能47生吧，最快47啦。那他20岁，我已经67了哦。我能不能生出来吗？但是那现在这是你的想法。我想法想生啊。对啊。做法都是给自己留一手，留一手，留一手，留一手。盛华老师现在跟那个妇科大夫一样，他规划女性人生导师欧阳振华。如果你收养，可能他比你自己生的还要孝顺。就收养，其实收养很多人都收养了，现在很多人都收养。我觉得这个很好，其实是很好。对啊，我也不抗拒的。不如这样说，你收养我吧，我会孝顺你的。好可爱，没可能这个孩子。妈妈，孩子，我发誓我孝顺你的。你回他就你还得推着他呢，是不是？对，儿子。妈妈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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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次你做。嗯。好了，我。拜拜拜拜，拜拜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欧阳老师有宝宝吗？没有，也没生啊。丁克家。